共饮杯中酒，身在脚旁全都是熟手，眼压过四周，谁盼我压轴，此时无声屏息不可漏，东穿西方人间才消瘦，苦恋时机才值待这时候，戒指悬不知道，胜一筹。那一十三人里面，其中一个就是檀溪的姐姐，所以这两天她才会郁郁寡欢。那些鲜活的生命和动人的旋律，就这么随着一场大火永远的消失了。那天你应该就在现场吧？只有亲身经历过无能为力的人，才会对过去保留恐惧。我还以为我隐藏得很好的，千万不能进去，火势太大了，千万不能进去，太危险了。陆公，火场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上级越防起火，我自然要来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听越防店家说，还有一十三个人没有救出来。陆公，你千万不能进去，只是一些疲惫越而已，你可千万不能进去。陆公。假如我那天再快一些，再早一些，是不是就能救下他们了？在我的家乡有个传说，人死后会化成天上的星星，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人，给活着的人照亮一路。那一片星光便是希望，是我的，也是他们的。纵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没有人规定长大后不能卸下盔甲，其实你不用一直做个大人，和陆郎君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们去哪儿了？
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，一定是去幽会了。嗯，年年的性格我知道，在没定情之前都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啊。哎，那怎么有火啊？走，去看看。哦。姐姐，今日又是你的忌日，可我还是不能去祭拜你。待到上元节后，我们平民乐人也有入教坊的资格了，我一定光明正大的去祭拜你。平民乐人，谭心。我不在的这天，大家都相安无事吗？郎君，您可得有心理准备啊！绝交三百世，李姐姐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啊！你现在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我将视为你默认对我的欺骗与伤害。如果你不保持沉默，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，因为你违背了朋友交往的三条要义。嗯。一诚，做朋友要坦诚相待。你暗中帮助平民乐人进入教坊，试图帮他们脱困，但你对我的不坦诚，让我在你的身边像是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傻纨绔。嗯。二，信，此事你一直瞒我，是怕我会借此出卖你，来夺得你上京第一美男的称呼，还是担心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只会成为一个坏事的搅屎棍？搅屎棍。嗯，自我认知倒还挺清晰的。第三就是义，朋友要赴汤蹈火，两肋插刀，在你眼中只是一句空话吗？说完了吗？暂时，剩下的想到再说。那你现在是想怎么样？我们要加入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救了一个平民乐人，虽然没有酬劳，但是我们有成就感。成就感按斤算，我给你加倍。贵与贱之间隔着亘古不变的伦理纲常，皇宫贵族他们的权与利一旦被危及，会有多少人因此丧命？你可想过后果吗？历朝历代以来，变革都需要新鲜血液来祭奠，这岂是儿戏？心儿，我觉得年年说的对，事关凶险，我不想你去冒险，可我也不能让年年一个人孤军奋战，所以我一人足矣。以前我只知道美食和赚工钱，生活好坏有无意义我从来都不关心，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些都跟我没有关系的。但是经过上次救人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是不平等的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过还好啊，现在陆郎君和李姐姐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？谭熙她们是我的好姐妹，不论平民还是官户，我都想和大家一起。可事关凶险，你难道不怕吗？我怕呀。可是我更怕自己麻木不仁、无情无义，不管任何人。你知道吗？
其实我一直特别羡慕李姐姐，她热情勇敢，好像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她。所以这次我要和大家一起守护教坊的姐妹，守护天下所有月人。好，我们一起守护。其实多一个人，不也是多一份力量吗？但同时也多一份危险。心儿单纯，世界莽撞，参与这件事情的人越多，教坊便多一层破绽。你怕他们露出破绽，更怕他们因此涉险，对吗？此事凶险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便越好，尤其是他们两个。我不想让他们承担任何的风险。如今已经知道了，且先看着吧。怎么了？府里发生什么事了？郎君，您可回来了！老爷突发疾病，十分严重。郎君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在教坊内祭拜。上元将至，我们所谋划之事，不仅关系了生者的命运，还关系着你姐姐跟其他月人的死因。我知道你心有思念，更有担心。死因？他们不是意外被大虎吞噬的吗？是。可按照那个月坊掌柜所说，我去救人的那扇大门，平常都是敞开着的。可唯独大火燃起之时，那扇门却被上锁，而且在门外还有木棍将门死死抵住。难道是有人故意而为之？你们有什么线索吗？月坊每日来往人员众多，我们无从查起。只是当时姐姐交给郎君一个护身符，那是我们冀州荣县人人佩戴的东西。在最后关头交出这个东西，一定意有所指。那你们查到护身符是谁的了吗？护身符上只写了姓氏，没写名字。我们查了半年，可那个人依然如泥牛入海，毫无头绪。什么样的护身符？我能看看吗？在我房间里。这个护身符倒是挺别致的。这是冀州特有的事物。当年瘟疫横行，大家便把香草注入护身符中，以桃木为材，做成枫叶的形状，用来辟邪保平安的。这么说来，他和谭溪是同乡人。对，我们之前调查过所有在上京的冀州人，竟毫无头绪。或许他已经离开上京了，或者他死了。不，他或许不仅没死，而且他已经知晓了你的身份有异。我们查过了，之前那个对你故作倾心的顾川，是被人收买，故意接近你，查探你的身份的。打探我的身份？那我身份作假的事情是不是被揭穿了？不用担心，你过去所有的存在痕迹都已经被抹去了，你现在仅仅是一个官办教坊的月人而已。或许你们调查方向根本就错了，你们先入为主的以为冀州同乡皆是平民，所以你们在调查了所有平民之后还是没有任何线索。没错，如果他跟谭溪一样改头换面成了官户的身份，那我们之前一切的调查根本都是徒劳之功。可你们刚才不是说冀州出来的人都调查过了？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，我想起一个平民乐人叫周宁远，据说已经去世，但只有衣冠冢，并无尸身。我之前还觉得有蹊跷，可听你这么一说，周宁远，我听我父亲提起过，他与我父亲是挚友，才华横溢，可是却不甘因身份低微而蹉跎度日，所以只身去上京讨生活。可不出两年，
就客死他乡了。客死他乡，衣冠楚，上京。你刚才说，太常寺里曾有人对右教坊进行过户籍调查，那么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人没死，作为越人，他又会以什么样的身份生活呢？那看来还是得从太常寺查起。你是在模拟击鼓吗？平日里，我只能擦拭这些乐器，不能近身，所以趁大家休息，过来练练。李姑娘，对不起。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从前的我，以为做自己热爱的工作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，直到今日我才知晓，原来有的人会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些日我总在想，会不会就这样默默无声直到死去。不要轻易放弃，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，终有一日你一定可以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尽情击鼓。谢谢你，李姑娘，我会坚持的。魏公规定，训练师各教坊轮流使用，你们站着不走，我们怎么练？是林县的教坊拖大了时间，所以我们才延长了两个时辰。怎么着啊？你不去找他们理论，找我们干嘛？当我们是软柿子好欺负是不是？你强词夺理！我告诉你，我们躲不了亏，我为你十万。我呸！就你们这样欺软怕硬的货，也就只配拿个莫名。放屁！学生来了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一人言行，关系国家荣辱。上元在即，你们却为了区区一点小事，在邻国使臣面前大打出手，我圣朝教坊的脸算是让你们给我丢尽了。魏公，这个事儿并不怪我，我也只是尽父使的本分，为教坊争取训练时间而已。你这是什么本分？你本分，我们的人去哪里？那是你们的事儿，与我何干？住口！枉你们还都是来自西南一带，闹成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魏公，何事？你说。刚刚宫里传来口谕，有人参您治下不严，圣人对此事颇为恼火，要您明日一早入宫禀明此事。此事我刚刚得知，怎么这么快就传到宫里去了？下去吧。爹，你怎么样了？姐儿来了，还是咳嗽不止，难以安寝。这银耳煮沸汤最是生津止咳，您喝一口。医官说了，你爹的病症在于内虚损耗，脏腑之气伤而难复，不是喝什么汤就行的。杰儿的孝心最是难得。来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我再去请医官。不必了，坐下。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一位宫廷隐退的医官，在城外十里坡，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。好，那我也陪爹去。爹，我们一家人都在，
你怎么还在教坊？不是说今日去找魏哲商议怎么查看太常寺户籍吗？我今天一早便派人送信给他，但不知道为何，到现在还没有回信。郎君，怎么了？如此慌张？郎君不好了，太常寺少卿和那个苏宗臣带着一队官兵直奔咱们教坊，我看是来者不善啊！少卿徐隐，去看看。都给我搜仔细了。是是是。郎君，那你们去那边。徐少卿，您这是何意啊？有人上报，右教方为促使越人提起精神，加紧训练，使用违禁药材红灵草，所以还请陆郎君配合调查。红灵草，我们何时用过呀？这不是诬陷吗？对啊，这草药伤身，我们怎么可能会用呢？是有人上报，还是存心诬陷？一查便能乾坤明。只不过右教坊作为官家教坊，按照惯例若要抄检，必须要圣人圣意。敢问徐少卿，可有圣人口谕？推三阻四，是怕查出来什么不好交代吗？事急从权，有人上报，若我先行禀报，那岂不是让人觉得是我故意给陆郎君留下毁尸灭迹的时间？那陆郎君的清白就真的无法证明了。况且现在也不算是抄检，只是例行检查。例行检查有必要弄得这么人仰马翻吗？徐公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一会儿要是查不出东西，你这芝麻大小的乌纱帽可就要留在我们右教坊了。多谢宋小姐的关心，我徐某倒也不是个消极之人，只会想若为圣人，肃静这教坊内的歪风邪气。那以后，这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魏哲为官强势，这位少卿平日都是摆设，今日怎么是他带队前来？难道魏哲那边出事了？是来毁东西的呀！别碰那个，那个是有违禁的，那个不能动，不可能有违禁的地方。到处都不能有遗漏，别碰他。左松，这是我和雨世间一起酿的桂花酒，绝对不可能违禁。什么桂花酒？闻着真奇怪，这绝对不简单。你敢动我，你这是妨碍公务，我随时可以抓你坐牢。管你让我坐什么牢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谁也别想动他。哎，行行行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想要保住教坊，绝对不能冲动，给人留下把柄啊！冷静，松开，松开，冷静，冷静。谁有子？不错，这位料中确实有红灵草的成分。你说有就有，可有什么凭证？老夫行医数十载，可谓尝百草识万物。这位料中以云灵子为主，云灵子产生在西南边陲，有温补祛湿之效，因为香味浓烈，所以才能掩盖红灵草的味道。但仔细观察，还是能闻出红灵草的苦涩之气。云灵子见水则溶，而红灵草只溶于高温。诸位若是不信，大可一试。
敢问这位姑娘，这冷水之中是何气味？微微苦涩。那热水之中呢？香味浓郁。那便是了。骆景年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上报、搜查、衣冠，一切如演练般天衣无缝。我陆某无话可说。景年兄，意思是，有人故意布局害你。苏兄心知肚明。为了赢得上元魁首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，做得如此缜密。若不是衣冠经验丰富，险些就被你蒙混过关了。这跟陆郎君没有关系，是雨时间买回来想给大家做药膳的补品的，他一定是被骗了。潘咬教坊使之子，不要再做无谓的辩解了。徐公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您打算怎么处置啊？陆景年身为右教坊掌舵之人，不择手段，知法犯法。来人，将他带往太常寺等待审问。是。不行，不能动他，我看谁敢动我家郎君。对，就是啊。你们还真以为法不责众是不是？哼，景年兄果然是风流才子，掉脑袋的事情都有这么多姑娘要抢着去帮你送命。不过这一次谁也保不了你。我陆某问心无愧，何怕审查？沈金，星儿，让开。郎君，让开。我右教坊众人行事坦荡，不惧调查。诸位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上元节在即，大家好好待在教坊，不要耽误了练习。陆景年，我会守好右教坊，等你回来。衣冠，我父亲到底如何了？教坊实乃生咳之症，其气血淤堵之甚，已伤及五脏六腑。除服药外，还需老夫每日为他针灸放血，将淤堵气血调理顺畅。好，您开药方，我亲自去见。好，稍等。此味汤药需要熬足四个时辰，以大火开端，文火为末，柴不可断，使其一直保持滚沸状态。半个时辰添水一次，直到熬成一碗，不多不少即可。好，我记下了，多谢医官。哎，有劳医官了。好，告辞了。姐，为父没事，你事情繁忙，就先回去吧。这里有你母亲即可。父亲，从前我多胡闹，总以为尽孝的日子还在后头，可您真的病倒了，才感觉到害怕。子欲养而亲不在，父亲，你先休息。我去煎药。好。你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去帮帮吉儿。有劳夫人了。
何了？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陆景年已被关在太常寺。告诉苏宗臣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一旦死灰复燃，燎原之势便不可挡。小的明白，小的只怕，咱家郎君如果知道这件事是您利用了他，怕……吉儿是个好孩子呀。若不是生死危机，我也不想将他牵涉其中。切记，绝不可让他知晓。那商贩要处理得干净一点。老爷放心，他绝对没有机会开口。事已至此，已再无回头之路啊。你是说，陆郎君因为使用违禁药材，被带到太常寺关押了？是啊，我出去买东西，街上的人都在说这件事。他为人坦荡，绝不会，也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。可君主相信他也无用啊，人已经被带走了，听说不许任何人探视。看来，是查他的那个人开始动手了。珠儿，帮我换衣服。君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太常寺，我要救陆郎君，旁人进不得，邻国使臣一定可以。君主，您不能去，这是圣朝内政，您是邻国君主，不便参与其中。您万万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啊！知道您自小对圣朝充满憧憬，但出行前，王妃特意叮嘱，在这里一言一行都要谨记自己的身份。您万万不可在此感情用事，失了分寸。是啊，我能以使臣的身份进入，可是这身份是利，也是弊，稍有不慎，两国之间的情谊关系便会被我个人的情谊架于炭火之上。你能想通就太好了。不是我能想通，而是我这样的出身注定无法随心而行。所以我倒很羡慕那个敢作敢为心情都写在脸上的李姑娘。开门啊，开门。哟，是星二姑娘啊。雨时节呢？我找她有急事。我家郎君啊。你们干嘛？开门啊。哎，星二姑娘，你别怪我们呢，是夫人吩咐的，绝不准你上门啊。我就是想找雨时节，我真的有急事。哎呦，我家郎君和老爷夫人出门了，您就先回去吧。你们别想骗我啊，再不开门我就不客气了。星二姑娘，我家郎君真的不在。您请回去吧，您要是再这样，我们只能报官了。我就是想见雨师姐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她。行，李姐姐，雨师姐若真在，她不会躲着不见你的。陆景年被关押，若你也被带走，你让我如何与教坊众人交代？可是听话，跟我回去。哎呀。那个香料的确是雨师姐买的，可是她绝对不知道里面有红灵草。我也去找过那个商贩，可他早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是我们对不住大家，害了幼教坊，害了陆郎君。那群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我就知道上元节之路没那么简单。天还没塌呢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陆郎君都被抓了，我们还能翻出什么水花？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啊，就等着那些人把我们幼教坊彻底打垮。不打垮你还想怎么办？好了，若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自乱阵脚，倒是给对手省了不少事儿。越是这样，大家越要凝聚在一起，攻坚不破，才能让对手露出破绽，给我们反击的机会。李姑娘，我们听你的。大家先回去正常训练，不要辜负了陆郎君和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。好，我们明白，走吧。星儿，我打听过了，教坊使病重，雨师姐带他去找名医了，你暂时可以放心了。圣剑，魏公那边怎么样了？魏公陈喜就被传旨交走了，听说是两名州郡上的副使在使臣面前打架，魏公被问责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
太多的巧合凑在一起，就不是巧合了。对手精于算计，就是让我们孤立无援。你家郎君可有其他交好的人？哎呀，郎君一向独来独往，啊，哎，就是没有朋友。哎，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未免夜长梦多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把他救出来。救？什么意思啊？此时魏哲一直没有出现，看来是被牵制了。可苏宗臣即便能收买徐隐，却没有调走魏哲的能力。如此陋室，叫人怎么待得住啊？哎，真是委屈景年兄了。只要人心不丑陋，又何惧陋室？景年兄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，事事皆不让步，所以才落得如此地步。占了上风又如何？得罪人太多了，这其中也一定包括宗臣兄吧？我怕景年兄在此寂寥，我来此以水代酒，陪你小酌一杯。我这里只有一个杯子，无妨，我带了。记得我们俩单独饮酒，还是少年时期。承蒙不弃，当年宗臣兄还视我为友。说句真心话，到今日，我依旧视你为唯一的对手。也只有你，陆景年，陆郎君，配做我的对手。那既然如此，又何至于把我置于死地呢？因为我要赢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告诉众人，也告诉我自己，我苏宗臣不会输给你陆景年。你看，我做到。苏宗臣，你当真觉得赢了我就可以高枕无虞了吗？你为了赢我一次，将自己深陷闹泥，伙同卑鄙小人，你将自己许多年的勤学苦练都置于何处了？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不会做待宰的羔羊。那宗臣兄此次前来，想必也不只是想跟我喝几口清水吧？认输！我要你当众认输，放弃参加上元节，这样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你也可以回到你的幼教坊，一切如常。宗臣，有些人穷其一生，活的是输赢，而我，活的是对错。最难解释。